女侠姐姐，啊，义兄，不是让你走吗？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个树林太绕了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不知怎么的又给绕回来了。那你现在听我的，跟着路上穿着霍家堡仆人衣服的人跑，他们往哪儿跑你就往哪儿跑。不行，这里这么乱，我怎么能把你和义兄留在这里啊？殿下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样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哎呀，不够。 你给自己取名叫梅梅，且说曲子叫寒鸦声，看来你与这乌鸦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。可不是嘛，眼下就生动的演绎了一出什么叫做冤家路窄。你要干嘛？我知道，不许打架，不许动内力。可是阿斐，人生在世，有些事情是必须自己亲自动手的。可是没有钥匙了。 我自有办法。小黄孙，哼，你们俩在这儿窃窃私语说什么呢？中了透骨清，还能活到这一会儿，你可真是福大命大呀！哟，原来是个多情种，舍不得死。 楚中官既然清楚，那就必定知道今日你我之间不能善了了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义兄，殿下，小皇孙，啊不，殿下，这陈家。 夺了你萧家的江山，你却给人家的小皇子卖命，简直愚蠢至极。那楚中官呢？你出卖了我父亲，杀了我叔父，卖主求荣，这几年在地煞山庄过得可还好？楚中官既然认出我是谁了，那么今日新仇旧恨一并了了吧？好啊！ 都说这推云掌风华绝代，在我看来就是蠢人的功夫。你的老师误了你，教了你一身妇人之人。怎么，今日想用这柔弱的功夫和你借来的内力跟我斗？混蛋！ 该你了，好刀法有意思。
人，报上名来。五名小卒，不足挂齿。找到了，周姑娘，找到了！怎么还在这儿？快走！子琛，接到。殿下，回去好好读书，以后别搞乱七八糟的，浪费时间。你凶！快走，拉他走！走不？快走！凶！走凶！把你放开我！周姑娘，小主，走啊！快走啊，小主！皇孙，你好气魄呀！怎么不带着姑娘一起走啊？她不归我管，而且她也不会走。楚州官，既然你执意不肯走，那便留下吧。好啊，那我就陪殿下再玩玩。殿下，殿下，你就放心吧，有周姑娘在，谢公子不会有事的。刚才那送咱们走的便是周匪周姑娘吗？啊，是啊，她刚才挥刀的样子，当真是风华绝代。殿下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殿下，走吧。少主，快走吧，走吧，少主。内力，就是要跟你一命换一命。楚主官，把命留下吧。交手可算是近20年最值得一看的较量，只可惜你身上还有一层透骨青呢。前些日子你已经在48寨发过一回功了，这毒性会跟着你毫不收敛的用力，而渐渐越发来势汹汹。接下来你就是关节凝滞，血脉堵塞，然后就这得多亏了连胜，要不然今日
我还真从小皇孙身上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你敢让他动内力，今日我必定不会让你生离。我是大药谷唯一的传人，我是鹰河虫。当年我大药谷叛徒连胜，投靠了你们地煞，引得你和沈天树血洗我大药谷。今天我终于可以报仇雪恨了。不过也多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把他逼得如此狼狈，我也没有这么轻易就得手。这叫做凝露，是一种蛇毒，把它制成粉末，一遇水气便可化作无色无味的毒物。刚才你们打斗的时候，楚中官可是吸入了不少。这种毒内力越高的人发作就越快，楚中官果然名不虚传啊。公子，你终于来了。宁城夫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有没有看到丁奎那狗东西？他伤了我们不少人，本来师父要杀了他的，可惜那老狗狡猾，被他给跑了。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我们就在树林里绕晕了。行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嗯，走。阿胜，你出来就好了。哥，刚刚那是谁啊？你太厉害了，一个人把丁奎打成那样。要不是我拦住杨黑炭，他又要找人比武了。你以为我真傻呀？哦，你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号人物。朱匪呢？他不在里面吗？我以为你已经找到他了。朱匪不在里面，估计是去追地煞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回客舍。让行脚帮的人帮忙找。这是凝露的解药，刚才你肯定也吸入了一些。我知道，江湖中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论你能力大小，出身如何，只要淬了毒，那就先落了下场。这瓶凝露我做出来三年了，一直没有机会用。今日要不是你们把他逼到穷途末路，就凭我那点微末的本事，
他一走进这林间就能发现我，所以是你们帮我杀了仇人，我欠二位一个人情。怎么只有一颗？嗯，你怕吃不饱？他，哦，他不用，他身上有透骨青啊，透骨青乃是天下奇毒之首，他身上有这尊大佛坐镇，百毒不侵啊。别说是吸入了凝露，就是把我的凝露直接装到海碗里给他喝，那也毒不死他。老家能没有这种尊称，受到孤清吗？不过我先前就同你说过，他时日无多，再加上这次又强行用内力疏通阻塞了经脉，算是毒上加伤，谁也压不住，反正我是没办法。你刚才不是说欠我们俩人情吗？拿什么还？还，一定要还，但得是我做得到的事儿。譬如你让我解这透骨青的毒，我就做不到。对了，还有最后一法值得一试。距此二里外，有个菩萨庙，你们可以去那儿拜一拜，说不定还有希望。你不是大药谷的传人吗？连个江湖庸医都不如，简直是浪得虚名。我是大药谷的传人，可我不会救人。当年师父讲药理的时候，我总是偷着溜出去玩。后来大药谷三千典籍被连胜与玄雀劫掠复制一去，只留下我这么个不孝弟子。我不是什么药谷传人。你们还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我就先走了。阿飞，一派一山都有奇术，都有奇石，是没什么。
小姑娘，你的命是捡来的吗？
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珍惜呢？你中了蛇毒，自己不知道吗？兜里就装着解药，偏不吃，怎么想试试自己能活多长时间是不是？这说话不正经的口吻，怎么那么像谢大哥？谢大哥，谢大哥呢？哎，慢着点，慢点来。哎呀，你们这些个慌里慌张的小施主啊！大师，那个跟我一起的人呢？阿弥陀佛。姑娘，你要往何处去？老衲送你一程。我应该去哪里？要做什么呢？大师，你有酒吗？老衲倒不曾预备。船棚上挂着个水壶，里面煮了些水。姑娘若是不介意，可自取饮用。药的味道。咱们已经出了零陵城，再往前走就彻底离开了这方地界。你想好自己要去何处了吗？零陵城，我该回客舍找李岩、李胜，别让他们担心。可是找到以后呢？继续查海天一色，但他人已经不在了。想不出来也不要紧，你记得自己为何而来便是了。可是他已经没了。不对不对，我帮帮您吧。你会划船吗？您教我呗。这玩意儿怎么往前走啊？你再好好想想，你是为什么而来的？想通了，就知道该怎么往前走了。难不成我遇到了一个疯和尚？你所说的那人，不过是途中一段起落聚散皆无常的缘分。既然是偶遇，又怎么能说是为他而来呢？刚开始，我是为了长辈交托的义庄跑腿的事儿上路的。不对，老衲别的不知，只知道跑腿不过一段路，跑完就完了，不是开头，也不是结尾。你呀，必然还有别的来意。我没有别的来意，这是我这辈子第一回下山。平日里就是在山里随便练练功，哪有什么开头结尾。在山里练功？那么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喜欢啊。既然是跑完了腿又没找到人，回去继续练功岂不理所当然？为何跟我说
不知往何处去。你练功是为了什么呢？练功是为了什么？最开始只是为了博大当家一个点头，而后来……这是破雪刀重出江湖后其刃下第一道亡魂。就算只剩我一个人，我也一定会把你安全送回四十八寨。他一出关呐，便遇到了地煞攻打霍家堡，那女侠凭一己之力立刻了地煞，杀了鹿犬煞，一路直奔衡山，冲出了一条血路，到了衡山引出了青龙主大魔头，斩杀于衡山脚下。为了先祖的刀疤，双刀一剑，空龙手的故事已经过去了。我们这些不孝子孙，拿着先人留下的刀剑，苟且尚且艰难，太窝囊。我总觉得不该是这样。名门之后，是了。家里眼下还不知道怎么样。如今霍连涛一死，往后丁魁之流不是更加肆无忌惮？我得回去把这些事跟大当家好好说一说。还有海天一色，大师，麻烦你送我回一趟凌凌城外吧。你去船棚里看看。大师，大师，他现在这样，当真没有办法了吗？透骨精之毒，天下至寒。自他中毒之日起，我们几个老东西便开始琢磨了，至今也没什么眉目。但凡是毒，总要有个来由。给他下毒的连胜不见了，我便去找他师父。若他师父也死了，我便寻上他师门。我就不信这天下奇毒就是凭空冒出来的。
你说的不错，这透骨精确实有来头，而且来头不小。我查过一些道听途说的记载，得知这透骨清本是大药五药王经中的百毒之首。若要能找到这本药王经，或许能看到其中的解药配方。那药王经在谁手里？我去哪儿找？可惜，这药王经恐怕早就不在世上了。什么？你这是做什么呀？大哥，请问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女孩子？大概这么高，背后背着一把刀，长得很漂亮，但是一看就不好惹的样子。没有，没见过。哦，谢谢。你这么找周匪也不是办法呀。你不担心他，我还担心他呢。你又不知道阿飞有多守信，我们约定好时间见面。他要没事儿，肯定会来找我们的。他现在没来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会，他跟你不同，他武功又好，人又凶。你们不是有句话叫“逢凶化吉”，他肯定没事儿的。什么叫我和他不同啊？当时在灭杀大会，别提有多危险了。现在坏人这么多，还这么阴险，阿匪会不会遇到什么坏人啊？不会，你们四十八寨的人坏得很。你说什么呢？快给我找。哦。此事说来话长，药王经的作者名叫吕润，也是一位天纵的英才，一生穷尽毒术医术，写成了这本药王经，是大药谷的镇派之宝。只可惜在那场浩劫中付之一炬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世间万物皆有因果，这事儿怪不得你，是安之的命，也不应该抱怨到他头上。这种因果我不认。哼，你这丫头刚刚还伤心的找不着北，这么快就缓过来了吗？既然大师出手了，就说明还是有希望的，否则您不会对我说这一番话，对吗？你心地纯良，难得对贪嗔痴之苦却看得这么透。大师说笑了，只是我贪的东西和他们不一样罢了。这小子总说他命不好，我看未必。大师，您跟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现在总该告诉我您所托之事是什么了吧？我不日便要带他回蓬莱去了，若要救安之，老衲只能先用三味汤吊着他的性命。三味汤？三味汤共三剂，老衲这些年在中原行走，就是为找些散落各地的驱寒圣物，如今已经配出了第一味，待他回到蓬莱后就给他喝下，能暂时保住他的心脉不冻结。三个月内再喝下剩下的两味汤，或许他还有机会醒来。可这药引要用天下炙热的毒药来以毒攻毒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啊，实在不知是否能寻到，只能看缘分了。那他喝了是不是就好了？三味吊命只是治标不治本，老衲实在是才疏学浅，翻遍药典也只能想出这权宜之计。三味过后。我明白了，大师您只需要告诉我
这些驱寒圣物该去哪里找呢？算来，西北极寒之地的火莲不日便要开花，这是十年一次的机缘。莲生九地，九朵长成便是最佳摘取时间，若是错过，这又是一个十年，且看你能不能赶上了。火莲我一定拿回来，让他一定等我。丫头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即使踏遍人间，最后依然可能遍寻不到，结果仍是一场虚妄。之前我背着他行走，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，万念俱灰。但是现在我知道了还有解救他的方法，纵然很艰难，但那也是一线希望，不是吗？周小友果然是玲珑剔透。孩子，去看看安之吧。不，等我拿到火莲再来看他。嗯。啊。这丫头。你忘了这个，这是多少人舍去身家性命都要去抢的东西，你倒好，把东西扔在路边居然还能忘了。我一路带着累赘，您先帮我收着吧，等我想起来再回来取。年轻人呐，真是不同寻常。奇怪，他不是刚死吗？怎么就跟冰块似的？谢兄。那个，你活着的时候我没能救你，现在你死了，我拿你的尸体去研究透骨清，也算是帮你积些德吧。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了。阿弥陀佛。大师，您别误会啊。小友，我的徒儿还是我自己管教为好。啊？死人您都能管教？他没死啊！嗯，啊啊！好了，刚刚输完真气。服了这副药，总算是暂时保住了他一条小命。
童明兄，你这一味药能管多久？目前看，最多一个月。那你这不是开玩笑吗？那火莲就算你亲自去，也要一个多月，更何况那小丫头片子呢？我相信他。那一个月之后他回不来，那安芝他怎么办呢？这便是那丫头的结束，也是安芝的命。三味吊命，能逼出他身上那最后一点生命力，叫他不至于无声无息地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。可吊一次命，就少一簇真火。三味过后，如果还是找不到解药，那你为何要用这样的火狼之药啊？透骨清全靠他身上那点内力相抗，一旦人衰弱下去，那就彻底没救。就算找回了药王经，也是无用。那药王经可有线索？我和他林师叔在中原行走了多年，都毫无头绪。大药谷早就覆灭了，一个传人都没有留下。唉，说不定药王经早就被药谷当年那把大火烧成了灰了。你这么不想去，那你就在这儿等我吧。香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背着长刀的姑娘？有啊。是往那条路去了吗？是，就没见过这么倔的姑娘。哎，你认识她吗？那边现在危险得很。刚刚发生过雪暴吧？是。你咋知道的？你是本地的？雪暴一过，大山里就开始雪崩了。这丫头来的倒正是时候。哎，你明知道有雪崩还上山，你不要命了？雪山上的狼会害怕雪崩吗？
该不会是雪狼吧？传说中狼窝里长大的孩子。雪狼回来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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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快一旬了，那姑娘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她若是脚程快，现在应该刚到雪山下，稍安勿躁。你说，这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一出去，回来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不管王林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把安之交给他。安之要去哪里是他自己的主意，你我也罢，那王林也罢，都左右不了他。前朝兵变后，安之被救到岛上，我们四个老东西都没带过孩子，手忙脚乱的，天天围着他转。他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才这么高。等他再大一点儿，就是他耍的我们四个老东西团团转喽。我若是没记错，那王林老儿找到岛上来的时候，他也只有这么高。对对，这么高，刚到我腰。对。当时，我们四个难得吵了三天三夜，你和那林老头都不愿让他走，我记得清楚着呢。我们当然不愿意了，谁不知道那老儿王林一心就想光复前朝。后来啊，你和他小师叔跟我说，如果不让他回去，终其一生，这孩子不过就是蓬莱岛上的一个乡野村夫。到死啊，都认为这天下不过就是巴掌大的一块小岛。他小师叔一向最疼他，可偏偏是他小师叔一力要让他回去，说只有等他见过山见过海，才谈得上选择去和留。难道这就是他最后的归宿了吗？像他这样胸怀天下的人，终是不可能陪我们几个方外老头子一起一辈子终老蓬莱，这都是他的选择，也是他的命中定数。何况他若不下山，也不可能遇到现在正为他冒奇险去雪山采药救他的人。小阿飞，阿飞，那丫头我见了，重情重义，安之眼光不错。最高处，我必须成功。他等不到下一次了。匆匆一面，以为来得及叙旧，你便没了踪影。你这么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去做什么去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
你杀了地煞的那只楚天犬，干得漂亮。可那只老狗从我手里抢走的慎毒印也被你拿走了吧？我不拿，难不成留着哄你玩吗？那是霍大哥的东西，你抢那个印做什么？哦，难不成连南刀的传人也信了霍连涛那套鬼话，觊觎那老石子秘宝不成？朱雀主，此时若是我们打起来，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。不如我们打个商量，你让我把这个火莲取了，我便让你三掌不还手，如何？笑话，我朱雀主穆小乔什么时候要一个黄毛丫头来让了？不要以为你长得漂亮，我就会手下留情。连生九地，十年一开，九朵长成，便到了最佳摘取时间。你不想再等十年吧？别碰火莲！想要火莲，拿慎毒印来换啊！你又是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慎毒印？难道朱雀主不想要吗？不如我们两个联手，问他要，我还就告诉你，在这雪山之上，没有人可以斗得过我陆天旷。哦，地煞雪狼陆天旷，别来无恙。可笑！拿到了慎毒印之后呢？难不成一分两半吗？看见地煞我就恶心。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，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了？你醒了？你真醒了？你是只熊吗？怎么穿这么多？这么冷的天不穿这么多会被冻死的。安之，安之，他方才说什么？阿弥陀佛，可怜安之这孩子，还是情深缘浅呐。安之，安之，既然已经注定，便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我只盼着你能够好好的。可我也与你说过，天涯也好，海角也好，
但凡在六合之内，凡人能踏足的地方，我都会去。傻丫头，都把自己折腾成这样了，值得吗？好了，别再找什么火莲了，快回去吧。刚醒就捉刀，莫不成你还想再打一架？你放心，我这个人呢，恩怨分明，刚刚共患难过，我是不会趁人之危的。嗯，这是什么？麝香鼠肝。我吃剩下了，就顺手做成了肉干。这年头有肉吃就不错了，你这顿不吃，就算有力气能跟我打架，也挨不过这接下来的风雪。还有吗？你倒想通的挺快嘛。我得活下去啊。哟，刚刚你孤身上雪山，为了那火莲连命都不要了，这会儿子怎么又开始惜起命来？我还不能死啊。还有人在等我。我看你这个人啊，救人就上瘾了。别人的命都比你的命重要吗？嗯。没大没小的野丫头。不是比我的性命重要，而是你有没有过那种你愿意付出一切，就只是为了能让他再和你说一句话的感觉？你刚刚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觉得你武功好啊，这么好的武功应该练了很多年吧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在雪山上，挺可惜的。这全天下的人恐怕都巴不得我早点死，只有你恐怕是唯一一个觉得我死了可惜的人。其实你是我下山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高手。你哭妆唱的挺好听的。是吗？要不要我给你唱一段？我怕我会哭。漂亮丫头，江湖中人都为了夺那慎毒印打得你死我活，而你偏偏心就那么大，把它白白送给了旁人。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什么信物，海天一色更跟我没什么关系，只要它不落到恶人手里，落到谁手里都无所谓。好，
既然你对他没有觊觎之心，那我就陪你演完这场戏。事成之后，你把慎毒印交还给我，我马上就帮你去拿那个火莲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死丫头，你要不想死的话，就把慎毒印交给我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想要慎毒印是吗？自己去拿。马是最赤诚的，万物皆有灵性，更何况马是最忠心不过的，只要你对他好，他便对你生死相许，不离不弃。多谢朱雀主，等我回来，我会去凌凌客舍等你，到时候把慎毒印交还给你。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，既然失恋了会损害自身的武功，你以后还是少用百结手吧。你这个小丫头，我们很熟吗？我的武功损伤不损伤我自己跟你有关系吗？喂，漂亮丫头，这可是我最后一次相信别人，你可千万不要骗我，嗯。